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今日我哋其實仲有兩節嘅，咁啊咁呢節當然其實唔係我單拖，咁呢兩節就錄咗，咁我哋一位嘉賓嘛都好俾面，咁啊叫做即係都一啲網台主持，我哋網台界嘅朋友，因為佢其實佢就已經移民咗英國嘅，咁啊移民咗英國，咁啊佢近日屋企有啲事啦，咁啊都要翻翻嚟啦，咁啊佢都抽空啲時間嚟探下我啦，咁甚至咁啊不如咁啦，咁啊難得你又上嚟，咁啊你就即係過嚟錄。即係錄下佢節目啦，咁我就諗住咁啊今日播，咁所以今日亦都會額外多一節，會七節啦，因為即係上個禮拜五啊就少咗一節，咁啊因為啲技術問題啊，咁啊今日我會補翻多一節，咁啊另外就譬如頭先兩位嘉賓咁啊卓峰同埋啊即係啊 Venus 啦，咁啊都會。會係即係初初，當然佢斯文啲人嚟，第一次嚟，我費事第一次咧。如果譬如啤你佢喺度咧，有時問啲問題會嚇親佢對方太單刀直入，咁人哋下次咁啊唔嚟就唔好啦。所以第一次通常就係、是、嗱第一次嚟咧，咁啊就斯文啲嘅。第二次、第三次等人哋適咪適應咗啊，開放咗嘅嘅時候咧嚇，咁啊又可能咁啊大家又會有多啲唔同嘅即係啲嘢佢聽下。咁啊都呢幾日咁啊都希望大家會滿意啦。其實我。尤其是係想大家，譬如重温翻咁啊，即係傅政思，即係上禮拜五啊，第三、第四節關於係即係抑鬱病嘅，咁啊最尾嗰節揾阿樂文講下，即係街頭佢踢波啊，佢等等，咁啊尋日咁啊亦都有即係阿蘭姐啦，同埋有咁啊。即係阿細哥啦，都有啲即係香港活字典啦，咁啊同埋今日係即係阿火佬，即係你咁啊，即係坐嘅監獄都坐九個唔同嘅。咁啊，佢監獄啊，咁啊，佢講一啲即係關於咁啊坐監嘅事都活字典嚟嘅。咁啊，頭先都俾一啲即係大家認識一下一啲自己做音樂、做幕後，甚至係即係做 DJ 嘅咁啊嘅後生仔、後生女，甚至我連咩性病檢測棒都希望即係一啲唔同嘅話題，大家會中意。咁啊，最尾咁啊呢兩節啦，我哋嘅即係網台嘅即係主持咁啊。佢都係即係多謝佢俾面，咁啊都講一啲咁啊移英港人嘅生活，甚至最近咁啊英國都有唔少嘅即係佢示威啦，咁啊佢哋會點樣睇啦？咁啊大家咁啊希望都可以即係專心睇埋呢兩節，咁啊好。好咁啊，因為身邊啦，可能唔少網台界嘅即係觀眾啊都認到啦，咁啊就係齋騰，喂，齋騰好耐冇見喎。我同你嘅。見面就好耐冇見，咁但係其實我本身喺我嘅 channel 動漫文潮咧，其實我都有不定期 live 嘅，亦都有不定期嘅播片都會出緊嘅，係啦。咁簡介一下啦，如果啤李漫步嘅觀眾未見過在下嘅話，咁我喺2012年咧就曾經做過一啲短期嘅嘉賓網台節目啦，就講時政嘅。咁就後屘咧就喺呢個迷迷就幫阿花家姐就做呢個東頭灣道99號後半季，即係第一季後半季，就同阿肥蘇。就拍檔三個一起做呢個奇案主持，係啦。咁然之後咧，2015年到啦，就開始做動漫文潮。咁當然曾經斷過，咁之後就喺阿 Kelvin， 即係肥仔 Kelvin 嗰度，就一路做，就再做到而家做獨立性發展咁樣咯，係啦。咁點解會即係首先我都要多謝康正嘅邀請先啦。咁而點解會同阿康正有一個交集咧？就係因為2021年。咁我曾經就喺旺角嘅一個拉打嘅專門店，咁我當時就見到康正啦，咁我本身又有睇最正分析啦，咁就我就拗，我直接啲講啦，我拗啊康正，康正你不如揾一集過嚟拍我個鋪啦，介紹下咁樣咯，咁就識咗嘅。但原來期間發覺我哋亦都中間仲有一個朋友都係識得嘅，江少，多謝江少又要。但係都係江城，係啦，咁就講翻啦。其實應該咁講，好耐冇見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我移居咗英國。咁我就喺2023年初就移居咗過去㗎啦，同太太係啦，咁都而家都有年紀㗎啦，係啊。咁啊，即係移英港人啦。係啊，移英港人嚟㗎。咁可唔可以都講下，譬如即係你嗰邊多唔多香港人啊？多唔多啲新移民啊？嗱，我咁講。我住嗰區，甚至即係點樣？我住嗰區亞裔人係少嘅，反而係。我點解同太太會揀我而家住嘅地方？就係、是、因為想做到一個點，就係、是、話我既然我去得一個英國，我就不如去
理解同埋去真係融入當地社區。嗯，好啊。就唔想去到一樣嘢，就係我去到只係同阿女或者香港人去住埋一齊啦。簡單講，其實我又唔係話唔中意識香港人朋友，其實都喺唔同嘅城市，我亦都識得唔同嘅香港人嘅。咁甚至我其中嘅《動漫文潮》一集節目咧，都專訪過一位即係去過未專訪係未出嘅，就去過一間喺 Manchester。香港人開嘅模型好啊，嗯，好正喎，係啊，我可以睇翻㗎，我一集都做 YouTube 嗰度嘅，就去介紹間模型鋪。咁我遲啲會有一個更新嘅，因為佢鋪頭又搬咗鋪，就細鋪搬大鋪，係喎，咁勁，係啊，我九月我翻去咧，我就會拍翻啲更新片㗎啦。咁到時可以大家即係免費頻道又好，Patreon 嘅頻道都好啦，即係到時請多多支持，係啦。咁啊，即係移居咗英國啦，咁啊生活啊嗰啲即係慣唔慣啊？好彩地，我唔夠膽將我去同其他香港人對做一個比對，我只係就係講我自己 OK，我就喺最凍嗰期過去嘅，月頭，咁變咗我經歷咗兩場暴雪，咁亦都當時嘅天氣係極惡劣嘅，係差唔多我淨係講二月啦 OK， 二月我除咗見過三日陽光之外，日日落雨。微雪落雨，微雪咁樣過日子嘅，係啦。咁嗰段時間咧，基本上就係、是、嗱、我引用翻香港木格仔曹總講過啦，即係譬如好似倫敦咁樣又暗啊，落雨啊，會令到冇霧，但係枕住落雨同埋凍咯。咁變咗個人會唔開心，但係其實好彩我哋兩公婆都好正能量，基本上就我哋嘅理念就話、是、住低呢度天氣啦。第一件事都要面對㗎啦，係咪？咁咪要學習去點樣適應咯。嗯，係啦，亦都好好彩適應到。咁跟住而家，咁跟住住咗嗰個暴雪區之後，就搬咗嚟而家我哋暫時住嘅嗰度啦。我哋而家租屋嘅啫，嚇、咁就買就要睇下遲啲嘅情況啦。係啦，咁住嗰度咧，其實我可以講一樣嘢就係話，街坊，我講成條街啊嘅街坊係好有愛。是有愛到乜嘢地步呢、如果各位有留意翻新聞嘅話咧，上年嘅五月就係、是英皇查理三世登基噶嘛。咁當時時咧，其實係有個街坊，佢就擺咗張邀請卡，就攝咗個信封嗰個窿嗰度，咁就話有冇興趣當日咧就過嚟我屋企一齊睇大電視，一齊睇加冕。咁我哋梗係覺得冇所謂啦。咁橫掂人哋邀請我哋，咪去咯。咁佢哋都話如果可以嘅話咧，試下整一啲嘢食過去啊，一齊分享。係啦。咁當時時咧，我同我老婆喺度諗，如果香港特色嘢整到乜咧？加冕蛋。又唔得，因為我哋都冇中超嘅，其實，咁就變咗有啲棘手，咁我哋就無奈地喺 YouTube 嗰度咧，就揾一啲channel， 咁就試下可唔可以整一啲港式嘅嘢食，咗後屘就叫做整一啲我唔知係咪叫港式啦，椰絲啫喱糖啊，係啊，絕對係啦，咁整咗椰絲啫喱糖過去啦，好都 OK 嘅，咁佢哋都幾 surprise 啊。點解個啫喱糖面會有啲椰絲？咁我就解説咗少少就，其實香港咧都有呢個整法嘅。咁又變咗佢就覺得好特別啦。咁亦都當即係好有好彩，出咗佢食曬。係好彩，兩大都食曬。如果冇剩翻嚟，咁 OK 嘅。咁其實當日個情況咧就係話由朝早個 party 一路食啦。傾偈啦，介紹對方啦，即係甚至佢哋會好有興趣就係你哋香港人啊嘛，有啲人直頭都唔知道香港喺邊，即係會咁我解釋翻其實香港嘅位置喺邊度啦，咁大約嘅氣温點樣啦，咁我哋過啲咩生活啦，各樣啦，咁佢哋會慢慢去知道啊，其實原來呢一兩夫婦。所曾經居住咗，應該由土生土長咗咁多年嘅地方，其實係大概咩地方？咁亦都會大致知道，其實係咁樣嘅，即係有個初步理解先。最主要就係、是，因為都係嗰句，你唔清楚解釋嘅，佢都會覺得香港甚至係邊度佢都未知。嗯，係呢個真嘅，係啦。
咁今日我見到你都即係帶咗啲相嚟喎。係啊，想帶一啲相嚟分享。咁其實呢張相咧就同我住處無關。咁就係話説咧，啱啱個禮拜一啊，唔知各位有冇聽過一位叫重案組往常？嗯，就係奇案系列嘅其中一個作者，書嘅作者。咁我就同佢兩公婆就去咗一個叫做約克郡嘅地方。啊，咁途中見到咧就係一個叫做烏之河。咁而中間嗰隻船咧就係一個叫做遊覽船嚟嘅。係啦，咁好多班次搭㗎啦，基本上你一日可以搭即係由十幾次都有㗎啦。係。咁嗱，公道講句，始終嗰度係一個叫做遊客城市，價錢方面咧就唔會平㗎啦。係。$13一位，我當一對$183位啊。嗯。係啦。咁啊，好。另外呢個場景可以特別講一下，如果各位有睇 Netflix The Crown 大結局的那兩集，好睇，這個場景就是那兩集英女王回顧自己的一生的那一個是的叫做 York Minister 那個大樓，即是那個議會大樓。嗯，大家呢可以發現到這個題都是一個很古蹟的建築，但係點解突然間發覺咧有一個點好像新淨得好緊要白雪雪嘅咧？我哋 zoom in 睇一睇係咩事啊？好，下一張啦。嗱 ，zoom in 一睇，發覺好熟口面喎、哦。你睇到係邊位啊？請問啊，康靜卿。英女王。冇錯，這個就係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嘅新雕像，就擺咗喺呢一座大樓嘅呢一個位置。我哋翻返正話嗰張相，我哋又發現咗一件事。康靜望望到咧，同一個水平建築水平位置咧，伊麗莎白張相喺個雕像新雕像喺度擺，嗱個新雕像係23年擺上去㗎。嗯，隔離係咪好似有啲空洞咁咧？係咯，空咗。點解會咁嘅咧？嗱，其實就咁樣嘅呢個問題，包括當地嘅居民都喺度覺得好奇怪，點解會吉咗一格？嗯，咁其實而家當地政府冇刻意去講嗰一格會做啲乜，咁就成為咧嗰一期嘅茶餘飯後都有叫做略略噏過啦。係。咁當日咧，阿王 Sir 個太太咧就講咗一句。我都有啲驚驚地嘅説話，就係話會唔會擺而家嗰個落去咧？即預留嘅位置。係啦，咁我就話唔好咁唔好口啦，即係留翻啲口福啦，係咪？咁跟住佢就再講多句啦，會唔會擺約克公爵落去咧？嗱、嗯。想講清楚一樣嘢，原來即根據我後屘嘅即係一啲翻查，因為我有啲朋友都喺約克度住香港人，咁佢就話其實當地本土人咧，如果你一講 Duke of York 嘅即係約克公爵咧，佢哋即係會咁樣望一望。嗯，佢嗰種望咧冇惡意。嗯，但係個感覺就係話，亦唔係咁中意嗰種感覺。你一講嘅人，佢哋好似唔係好中意。嗯，咁如果大家有留意翻約克公爵而家嘅身份係邊個？咁大約你哋都係 Rado， 即係包括我哋嘅康靜嘅最正分析都曾經怒罵過呢一個人，我亦都覺得呢個人係一個人渣，嘅一個人，亦都已經搣咗柴，而家唯一佢人生餘下嘅工作就係照顧好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嘅隻國機，餘下就沒有了，係啦。咁講翻啦，呢座大樓咧，其實點解後屘先至有人講翻就係話，其實喺 BBC 啦，以及當地有個頻道叫仲有 Channel 4，以及 ITV 咧都介紹過呢一棟樓咧，就係Netflix 嘅 The Crown 大結局，有幾個場景都係呢一度拍攝嘅，係啦，所以其實呢度都係一個幾出名嘅場景之一嚟嘅，同埋一個建築嚟嘅，所以基本上佢每日咧。都好多人嚟打卡嘅，特別係對框播出咗之後，係啦，好，咁我哋要再去一去上先嗱，呢個係我正面啊，都好靚喎，個雕像係咯，即係栩栩如生，即係好似啊，同埋咧冇乜違和感嘅，最緊要就係話，你就算佢擺喺度硬身都好，你同周圍嗰個建築個感覺咧，其實冇乜違和嘅，係啦，
好，我哋再去睇睇。嗱，我哋翻去烏之河啦。其實當日咧就天氣超好，氣温亦高31度，亦乾燥。好彩英國嘅夏天就係屬於熱同乾燥，冬天就係濕同凍。所以英國冬天係幾難頂嘅，一定程度上全國各地都係㗎啦。所以就所以包括英國本土人又好。外國嚟的遊客又好，我哋呢啲移居港人又好咧，其實都是喜歡英國的夏天嘅。佢就會似香港約摸80年代尾90年代頭的秋天咯。哇，正喎、啊！係咯，好舒服。秋天的童話、啊。似似地咯。嗱，再下一個啦。嗱，這個就是烏之河的嗱前啲我哋講緊左邊嗰只咧，就是呢個遊覽船啦。右邊嗰只船咧，其實。冇錯，我哋睇下一張相。呢、這、一個咧就係、是、英國版嘅富豪雪糕拔，呢、這個係船版。咁咧佢嘅雪糕價格咧就睇你嘅睇法啦。咁佢最三球雪糕，6.99，你當香港70蚊。遊客區係咁啦，係嘛？還可以，還可以。但如果你問我，我就會推介翻約克郡嘅市中心有一間係食住呢頭咧，嗰間真係好食啊！嗰間真係翻唔到轉頭啊！係啊，呢間就叫做 OK， 你買個雪糕喺側邊石坐。咁同埋咧嗱，各位留意翻咧喺相嘅左邊有棟圓形嘅建築物咧，佢下邊咪有啲好似水漬咁嘅嘢嘅。係啦，點解會有嗰個水漬呢？其實當冬天啊落大雨啊嘅時候咧，咁呢條烏之河咧就開始進入一個泛濫嘅情況啦，個水深就浸到嗰個位置。哦，哇，都高。基本上咧，你見到嗰兩位遊客企嗰個位置浸咗，行出去就係水嚟㗎。係啊，所以冬天就正常情況下咧係唔會有人去嗰個行㗎。嗯，係啦。咁嗱，一見到呢個雕像唔會散，見到呢個雕像咧，佢就係叫 George Lehman。咁其實佢係一個咩人呢？佢就係成功將鐵路嘅交通貫通曬倫敦中部至到南部嘅一個人物嚟嘅，係工程師嚟嘅，係啦。咁亦都係York 其中一個好出名嘅一個人物啦。咁佢本身佢嘅故居咧，亦都喺呢個約克郡嘅，係啦。啊，咁呢一座係咩嚟嘅咧？都睇落幾靚啊！咁咧佢叫Clifford Tower。咁其實係一個咩嚟嘅咧？嗱，講多少少約克郡其實有個歷史，係一個好叫做出名嘅戰爭歷史，就係、是、曾經被維京人，即北歐啊，芬蘭嘅維京人啊，即牛角頭嗰班咧攻過入嚟呢度嘅。咁而咧，約克市本身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好長嘅城牆啊，其實係圍住佢嘅。咁但係由於城市嘅發展咧，即係我意思城市發展嘅意思咧，就唔係起樓啊，係因為要開新嘅道路啊、交通嗰啲咧，就將嗰個圍牆咧就一分為四，係啦。咁變咗佢分為四咗之後咧，嗰棟圍牆咧其實已經斷咗幾節。咁而呢一個Clifford Tower 咧，其實係一個其中一個係叫做城堡，係個前哨護衛嘅，護衛嘅係啦。咁我哋去下張相啦。嗱，呢個就係另外即係當日同阿王 Sir 去遊覽嗰陣時影嘅，而先前嗰張係我再早之前即係再好陽光嘅日子影過去嘅。好啦，再去咧嗱，佢就要經過一條咁長嘅樓梯。如果我作一個比喻，我會將呢條樓梯就係阿康正應該有搭地鐵嘅啦。地鐵太古站咪有個自動電梯去太古城中心嘅。嗰條嘅梯長度嘅兩倍。哇！行上都幾金。當日阿王 Sir 就好犀利，一支箭咁樣飛上。但我都因為我就望一望黃太，我望一望黃太上咗，因為阿黃太話唔得啦，太高啦，我唔上啦。同埋咧，大家會望到咧，其實側邊咧有啲凳㗎，係啊，係佢特登咧喺復修之後咧，係整一啲凳咧，就有啲年紀大少少嘅，可以一路行一路唞一陣，好啊，咁先至好啊。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哋行得好辛苦。你我即係話我正話講過啦，係太古地鐵站。
太古城中心出口自動電梯的兩倍長度，還要個斜度是差不多的。嗯，是的。那麼，你說。哇，一二三，即這設計我都看到都幾，不是很多地方有。他是會這麼關心那些人。是啊，因為這個城堡呢在未復修之前呢是沒有旁邊那些設施的。嗯，那些士兵呢是要這樣瘋狂拿著弓箭啊、糧草啊，這樣上去都幾是東西的，其實是。嗯，是啦。那我們看看，這裡呢就是，我首先講一講先，這裡是要收費的。是啦，收費位位就12磅半，即是125元啦，你當一位。咁咧，其實裏邊咧係好大部分係復修過啦。你見咗啡色嗰啲木柱啦，個樓梯啦，其實完全係新嘅，甚至嗰啲鐵架嗰啲通道咧，全部都係新嘅。因為佢原身其實只係一啲好殘破嘅木樓梯，上去嘅，咁變咗其實係一定嘅危險性嘅。所以其實佢當地政府就為咗復修呢一嚿嘢咧，其實包括個頂咧都係好多復修嘅，即係甚至佢為咗要將當即係佢要加強嗰個採光度咧，其實將上面某啲位係爆爛咗，鋪過上面啲磚同埋嗰個木板，然之後將中間嗰隻天窗玲瓏天窗係新做嘅，係啦。好，跟住我哋去下一張相咧。嗱，呢個點解要影呢度咧？就係講翻當時時嘅士兵啊，英兵啊，佢就係將個弓箭拉行咗之後咧，就喺中間個坑就向下射，就去做一個防衞嘅。是啦，就是咁嘅用途嘅。而上面嗰個咧，基本上咧，其實係一個幾錯嘅設計嚟嘅，因為咧，如果你突然間將個頭趌出去咧，如果人哋都係射箭咧，你就冇噶啦。係啦，所以其實上面嗰個設計都係錯錯地嘅，即係純粹叫做估啊，而係我嘅估計啊，即係純粹係一啲叫通風用嘅啫。O K。係啊，真正打嗰下咧，就用下邊嗰條坑咧，就射箭落去嘅。上面嗰個有啲多餘。多多地餘㗎，一定程度上係啦。好，我哋去下一個啊。咁其實咧，我就講翻少少啦。咁其實小弟咧，由於就住得比較偏遠，火車就少不了啦。咁變咗咧，就每一日就來回一定要火車啦。咁亦都喺火車期間咧，可以睇最正分析嘅。啊，不如咁，我哋去到呢度咧，我哋留翻下節先啦。好啊。